干啥呢？我这是海参啊。他们估计那群人是以前做餐馆出身的那种，他们比较有钱的。一个人一个月能赚3000块钱是吧？还比餐馆强。这种人也没办法，他给打不走的，你也只能抬价让他走，他没利润再走。但是让他自己打，